头走在前，小坚果很可怜。迎面走来博士僵尸和老师龙舌兰，博士树立威严，同学打成一团。蜂窝僵尸斗飞机头注定不太平凡，但可小鬼很闲，发豆他很嘴馋。对面岩浆番石榴他吃的有点野蛮，魔法师叫小兰，你金鱼家很有钱。电流助力快叫姐姐，坚果自己代言。闪动色彩斑斓，小狗一路向南。突然飞来一只蚊子，咬人太招人烦。坚果不以为然，如果没有内涵，富二代飞机头也要出来打工赚钱。马上就要玩完，祝你逆风翻盘。为了做出好的作品，更新慢别怪咱。感谢多年陪伴，看我手游酷玩。喜欢我们一定别忘给我霸气三连。